很高兴能够来到壶口瀑布这边唱这个黄河大合唱。那我是在台湾参加这个合唱团四十几年的一个老的合唱团的这个合唱人。那我从这个隔两岸通信开始啊，我们就一直很想要这个来黄河唱这个黄河大合唱，因为我们都很喜欢这一首歌。那这次有机会来就特别高兴，圆了一辈子的梦，特别是要马上70岁了，也不知道什么有机会再来，特别高兴有这次机会。